其实钢铁人的装备穿起来真的蛮硬的，我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很愚蠢？哈哈哈哈！你在干嘛？对，这个东西很棒哎，你不要以为它真的是法器。所以我军都知道你来了。一个是秀妮阿姨，一个是辣阿姨。哎，这样超好吃的。周一晚上十点，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，阿达、露露在爱玩客。